各位观众，欢迎来收看我们的《音速小子新游戏》呀！怎么这《音速小子》这么……弹头博士，去吧，神奇宝贝！去！哎呀呀！哇！收服成功音速小子，我的神奇宝贝！哇，搞什么鬼的？哇！进化！哦，没有进化哦。哦，哇哦，我看起来好傻啊！没错啊，最近音速小子呢推出了新的电影，而且之后呢又要推出新的游戏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得到一个音速小子超级简陋版傻逼版吧，傻逼版音速小子啊，耶！收集东西耶，收集钱币耶，我们还可以跳起来，你看啊，跳起来可以旋转的啊，跟音速小子一样哦，耶！这个电视，这个电脑呢是可以敲坏的，他说十应该是有十个钱吧，对，然后这个呢是可以弹跳的。耶、yeah! ！就算人很傻啊，为什么叠罗榜是这么奇怪的、啊？走吧，我们接下来呢要去收集伙伴，打倒弹头博士，从这个宝贝球中解放出来。没错，我们不是神奇宝贝，冲啊，往前冲！这边吧，哇！真是好音速小子哦，你看。钱币，哎，等，慢慢捡，没关系的、啊。嘿，在真正的音速小子的游戏出来之前，我们可以体验这一款啦，熟悉一下的操作。虽然那款游戏跟这款呢是会操作完全不一样的啦。我跳，跳，有，呜呀哈！哦，有极限，有极限！啊！跳！黄色被霸凌了，被吃了 ！Oh my god！ 我要拯救你，跳起来，攻击他们，攻击！哎呀，你干嘛打我？我在连击。哎呦，把钱捡起来了！哎，你们的钱怎么软趴趴的？你看我的钱都没有生命力了，全部软趴趴！跳！哦，好大的地图 ！Let's go！ 成功收服黄色的 Tails 啦！接下来呢，还有哦，小心！嘿，跳起来攻击！没错，你干得很好啊！你的尾巴能不能旋转的？嘿，为什么我们全部都去打你的？你是不是惹他们什么了？你抢他们的家吗？有人被抓，你看，有人被抓，你看有人被吃了。嘿嘿嘿嘿嘿嘿。我是音速小子啊，怎么样，厉不厉害？我，咦，哎，你很挡路呢，走啦，继续往前走啦。Hello， 来打他，你看打他。啊，卡哇伊呢？可怜，哈哈，钱我拿去了，你不要拿，你一定会被吃的，嘿嘿。我们是不是超老的啦？哎，我们算是什么年代了？是不是音速小子已经隔了50年啦？好老哦，50岁了，已经使用不出音速了，只能这样跳起来了，没速度没有了，太用力可能还会骨折的、啊。你们看，巨大弹跳！呜！哎，耶、yeah! ！还有没有伙伴们来加入我？啊！打死你！啊！谁活着？谁说我还活着？哦，红色的，你怎么也被打了啦？哎，你们好没用！哎呀，你们在搞什么的啦？你长得好奇怪啊！哎，怪这边，看到有多奇怪吗？他们的脸，哈哈哈！啊！啊！啊！攻击！啊！冲啊！去找弹头博士算账！哎呀！我的钱！快点捡！哎，我的钱都软趴趴了。他们是我的生命来源呐、啊！我视财如命啊，音速小子！跳跃！哎呀！不要打我！不要打我！不，我死了！不要拿钱啦！生命什么的，前面有巨蟹大军攻击，哇哇哇哇哇！
What the hell? Mega Spin 超级弹簧！啊！哇！好讨厌的感觉！我死掉 ，OK 好吧，那个会死掉的。等下，嘿嘿嘿嘿，哎，你们来踩一下，你们来踩，踩踩踩，踩啦！哎，掉线掉线，你们不会踩的呢。Let's go！ 啊！虽然没有硬塑，但是我还是一个小智。OK， 蛋头博士在那边，伙伴们，拒绝！对着镜头 say hi， 耶！我们三兄弟一定会赢的。好啦，发现我们的吧！蛋头博士买账，蛋头博士！嗨！哦，哇，上海机器人！哦 ，no！ 大师哥的，打哈！给我打！大家一起上！啊！打不到呢，怎么会这样的？喂！哎，我打不到，你们怎么打的？啊 ！M 硬速小子！哎呀呀，我被打，趴在地上，嗯，钱钱好吃。Attack！ 打不到啦，我去那边山上等啊，你们把他吸引过来 ，OK？ 我在那边等，我在那边等。硬速小子老了，不能硬速了，所以只能守株待兔。Attack！ 啊，过头过头，等一下。啊！攻击到了！耶耶！哈哈哈哈哈！呀，怎么样，弹头博士？哈，三傻子来啦！哼，永远打不到我们的！踢了！哼，只要有我们在，世界永远和平！哇，杀人啦！从此弹头博士都不会再出现了。哒哒哒哒哒哒，耶！大成功。哎，不对，我们在海带的修里面。哎。Oh no! What the hell? 毁灭机器人出现了！只要弹头博士死掉，就会出现的毁灭机器人。Oh.What the hell？ 这是宝可梦吧？哎，三色吧，一个蓝色，一个红色。好吧，出现问题了。那我们还是继续待在宝可梦的世界里面好了啊，音速小子，外面世界毁灭了，不要出来了。哈哈神作音速小子，希望音速小子的正品的游戏能够比这个还好啊！哈哈哈，不然的话真的太失败了。这可是拥有音速小子、神奇宝贝还有数码宝贝的元素在里面哦。数码宝贝就是那个穿越的时候进货吧？好的，玩了这么搞笑之后呢，我还帮大家免费做一下眼睛检查吧啊！想必你今天一整天下来呢，接触很多电子产品，看了很多手机吧，看了很久吧啊，那些画面也许会影响你的眼睛，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做一个眼睛测试。我们做眼睛测试的时候呢，都会把头放在一个机器，然后看向里面啊。里面有时候会有一个小屋子，或者是一个热气球吧。那么那个东西呢，我们在那边也可以看到，也可以做到一样的测试哦。来，大家有看到前面那是什么吗？看得清楚吗？如果你看得非常清楚的话呢，就是你眼睛没有问题，非常的很好，没有近视啊。那么如果你看不清楚的话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走近一点，直到你看清楚为止啊。然后代表你没有近视啊。啊，来来来，你这样看清楚吗？啊，看不清楚的话，我再靠近一点啊！来来来啊，今天一整天辛苦你了，看了荧幕这么久，对我森林呢来帮你做一下眼睛测试，免费的，免费的。这样啊，现在呢，大家看得清楚这是什么了吗？看得清楚的话，就是眼睛没有近视啊。在我这里呢，永远不可能会测出近视的。什么？你说还是不清楚哦？要不要考虑配一个眼镜啊？不用不用不用，看不清楚呢，我们让你看清楚一点来。等一下，我马上靠近一点啊！我带大家看靠近一点啊！眼睛测试啊！啦啦！现在人一直看这电子产品，眼睛很容易出问题的，所以要随时做这些测试。哦哦，你们看到这是什么东西？哎，眼睛呢？哎，眼睛呢？哎，谁的眼镜测试到一半掉下来？哎，没问题吧？大丈夫吧？那个应该只是隐形眼镜吧？如果你看到热气球里面有什么呢？就是你的眼睛比一般人还要强啊，简直就是孙悟空的火眼金睛了呢。上面有两个人吗？诶，有人吗？
写什么啊？有点不清楚耶，难道我近视了吗？诶，这是写着什么东西呀？啊啊！现在大家看得清楚啊！现在看得清楚这整个热气球吧？看得清楚就是你没有近视啊！如果你还想要更加没有近视的话，我带你看热气球的背面啊！啊看到背面呢，就指你有透视眼了，对，你有透视眼了，你可以看到热气球的背面。这检查眼睛很厉害吧？你看背面是。为什么有人在笑？你在笑什么？大家看到这个笑脸吗？看到的话就是你有透视眼哦。我不要，我走了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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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家，我带大家马上离开这里啊！马赛克，大家如果看到这马赛克的话，就指你的眼睛已经突破那个仪器了。对，检查眼睛的仪器，你已经看穿它了。你不只有透视眼了，你直接看穿设计系。Look out！我的眼睛看到另外一个维度了，看到地狱了。Where are me？ 我在床上吗？这是床上吗？我的眼睛有什么问题了？说他妈的！啊！